我们这次来，是想问问您，12年前那种爆炸案的事情。爆炸？我不想再回忆当天的那件事情。大叔，你是害怕了吗？怕。大叔，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可怕的吗？ 这件事情事关几条人命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而且在爆炸中死去的那两个人，也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真心希望能从你口中得到真相。请你仔细回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。好吧，12年前。 我刚来三十城，我只能捡破烂。当时我住在工厂门口的水泥罐里。爆炸那天，他们来到工厂，我就想跟过去看看。为什么要跟过去？那是一个废弃的工厂，一男一女在里面。我会往那儿想。 就是因为那么一点点的邪念，差点。
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去。笔录上说，你一共看到过三个人走进那个化工厂。是，三个人，两男一女。只不过，第一个进去的男人，在他离开之后，那个女人再进去。你还记得当时的时间吗？从来到离开。我说不出来。 我没有手表，我只是记得，第一个男人进去半个小时左右，第二个男人跟着也进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第一个男人出来了，最后，那个女的也进去了。第二个男人应该就是袁志邦，后面应该就是孟云。那第一个，极有可能就是大可。 我当时偷偷溜进了仓库，我没敢走太深，一直在门口往里看。喂，我已经打开了，一个红线，一个蓝线，到底捡哪根啊？没时间了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是红线还是蓝线呀？到底捡哪根？你快点说呀！喂，孟明。 快，到底是红线还是蓝线呢？喂，你听到吗？红线还是蓝线啊？我记得，后来的那个男人被绑在铁架上，那个女的站在他旁边，他们两个当时很惊慌。那个男人一直在催促那个女的走，好像他自己走不了。后来，我看见那个女人。 在用手机通话，好像在说什么：“红线还是蓝线？”这个我都知道。听你说后边的情形。后来，那个女的好像知道怎么做了，应该是手机里的那个人告诉她的。她拿起尖刀。 剪了下去，然后就砰爆炸了。你记着她的样子吗？动作、表情，你一直都在看着她，是吗？你是说那个女的吗？是。 我一直在看着他。说起来有点怪，那个女的开始一直很害怕，可到最后。 突然站起来，好像一点都不怕了。我虽然看不见她的样子，但是我能感觉到她一直在笑。她站起来的时候，是那样的美，就是从背影，我也能看得出来。不好意思。 我想换件毛裤，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手脚残废的很厉害，毛裤就在那个箱子里。你们仨都是来调查我的吗？当然。<笑>刚才你问我话的时候，短头发的那个女的根本就没有看我，她一直在观察你，观察你的一举一动。
那起案件发生以后，有很多警察来找过我，我太了解你们了。其实，那个女的不是来调查我的，她要调查的是你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愿意帮助我。我知道自己这个鬼样子。这个世界上，愿意帮助我的人已经太少了。你会听从别人的建议吗？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孟云，你是听自己的判断，还是听别人的建议？我会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听你的？你都说了自己毫无把握，为什么他听了你的建议之后那么放心？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盲目的信任？换作是我，除非那颗炸弹是你安的，要不然我不会这么信任你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黄少平活得很可怜，很累。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。你注意到墙上的日历了吗？他每天都在看日历，他并不是在熬日子。他像我们一样在过他自己的生活，并且对他有所期待。我觉得他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绝望。哎，真把我当趴活了，快走吧。洛菲，你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警校毕业的，毕业之前已经在市局里实习了，毕业之后你没有去当警察去教书了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因为418案件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无法支撑自己成为一名警察，所以当达克的通知单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主动提出要来到专案组。第一，你想要破获这起案子，第二，其实你更想知道1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有一点你推断错了，我不知道大个儿的通知单会再次出现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专案组吗？我很想知道。来这儿的2天前收到了这封信。8102是我在警校里边的学号。这是 Darker 给你的？那他一定知道你收到这个就肯定会来的。我猜想他是想让你参与整个游戏。也许吧。为什么要你参与？ Darker 一定认识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底是谁这么希望你加入？我比你更想知道。组长，我在门口发现这个。这是谁的舌头？赶快拿去给联系警察。
哥，飞哥，我昨天晚上发现根舌头。什么舌头？人舌头，泡在福尔马林里边，特别恶心。算了，现在跟我说这个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已经被停职了，我得麻烦你一下，帮我把小鱼照顾好。哎，飞哥，他不懂鱼，我懂，交给我吧。谢谢。你也得帮我个忙，跟公事有关吗？完全是私事。哦，飞哥，我想你是懂我的。我平时很低调的，年纪不大，但是在泡妞的道路上，也已经驰骋很多年了。我一直想找到自己的真爱。突然，他出现了。我写了一些东西，想大声的念出来。可是我普通话不是很好。我希望你能像对穆剑云那样，教我一下前后鼻音和逻辑重音。谢谢。前后鼻音和逻辑重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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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爱情就像是在托尔巴拉德的一场冒险，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，我都愿意守护着你，厮守一生，是厮守一生，不要念成一生。即便只是你的朋友，可是我想成为那个比朋友更亲近的人，亲近不要念成亲近，不想最后连朋友都不是，就这么点儿。我虽然不是很懂泡妞，但我知道你这段话读给任何一个女孩，她们都不会搭理你的。有活人在吗？你找哪个活人？我就找你。有什么事？昨天晚上那个舌头里面藏了把钥匙，还挺有创意的。喏，你还是把它交给组长吧。你的东西我干嘛给他呀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一把机场电子储物柜的钥匙，我查过了，你的名字、你的身份证是登记的。谢谢。爱情就像是在托尔巴拉德的一场冒险，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，我都愿意守护着你，厮守一生。你觉得你了解罗非吗？有时候自以为了解另外一个人，其实一切都是水中望月，雾里看花。你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走了。别，我说，我好好说好吧。我有个新发现，我查了整整一夜，发现418案的两张通知单，并不是大可的第一次出现。什么意思？在418案发生之前的半年里，在罗非的警校里就曾经出现过通知单，署名就是大可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他可是警校的人，这我没法确定。但最早出现在通知单里的罪行人，只是犯了些小错误的学员，而且惩罚也没有太严重的，没有引起太大关注。来，你看，一共4起。第一起出现在2001年的年底，罪行是考试作弊，惩罚日就是考试成绩公布的当天。成绩公布以后，这个学生发现自己的成绩变成了零分。而且试卷变成了空白卷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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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后来，这个学生去找老师讨说法，可是试卷上的姓名学号的确是他的笔迹，
所以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。418案发生以后，专案组的人找他了解情况，他承认自己作弊，可是试卷怎么变成空白卷，他也不知道。有点意思，接着说。第二张通知单是针对一个有小偷小摸的女学员，审罚日当天，她在洗澡，出来以后发现自己柜子里的衣服不见了，可是开锁的钥匙只有一把，始终挂在手腕上，大哥怎么取走她衣服的，也没人能解释。脚踩两只船，没错，这是第三个。执行日当天，这个男生去学校的舞厅跳舞，结果两个女生同时到来，他的爱情骗局被揭穿了。事后这两个女生都说他们同时收到了男生的短信才过来的，可是这个男生不可能那么愚蠢，所以肯定也是大可的手笔。你这个臭流氓，流氓无耻卑鄙下流。第四个也是个男生，他喜欢偷窥别人的隐私并到处宣扬。执行日当天，校园广播站的广播在半夜忽然响起，朗读了这个男生三篇极为隐秘的日记。后来才发现校园广播站被人入侵，并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磁带，可是这个男生保存自己的日记非常仔细，从未离身，大哥怎么得到日记的也没人能解释。那盘磁带呢？就是通过校园电台放出去的那盘磁带，上面应该记录了 Dark 的声音。笔记容易被人修改，但是声波是很难改的。厉害，一下抓到重点。坐。这是当时的声音，你听一下。爱情就是一场冒险，英文死守一生不输。那个比朋友更近的人，就连朋友都不是。这个声音很奇怪，不太正常。这是经过处理的声音。怎么处理？能还原吗？听着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就是说不能还原了？开玩笑啊，我是谁啊？我已经对这段音频做了处理，模拟了正常状态下的声音，你听一下。爱情就是一场冒险，赢了厮守一生，输了那个比朋友更近的人，就连朋友都不是。这个声音很年轻是吧？我模拟了12年后的声音，是这样。爱情就是一场冒险，赢了厮守一生。输了，那个比朋友更近的人，就连朋友都不是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像啊？我也觉得像，可是直觉是一回事儿。本着科学的态度，我做了对比。爱情就是一场冒险，托尔巴拉赢了，厮守一生；赢了赢，输了输了，那个比朋友更近的人，都愿意守，就连朋友都不是，厮守一生。即便只是你的朋友，可是我想成为那个比朋友更亲近的人，不想最后连朋友都不是。我重新做了一下剪辑，是这样。爱就是一场冒险，赢了厮守一生，输了对那个比朋友更亲近的人，就连朋友都不是。根据分析，这两个声音的相似度为99.85%，基本可以断定是同一个人。罗非。罗非。12年前的罗非。后面那个。
哪里？我这脑子儿。浩哥，我刚刚那一番行，我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准备，半个小时左右。后来的那个男人蹲在地上，对不起。Sorry。等会儿，谁放屁？这个学生去找老师讨说法。不。就在哪个箱子里？哪个？我也不知道。在哪儿？蘑菇？这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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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爱一个梦，梦做回醒来。来，来，是谁在等待？来，哭泣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要谁在等待？真不咱趴活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毛都出来了。是是是，俩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看他，我觉得是从我背后吧。谁跟您解释？太难看了是吧？